昨天看到一颗陨石从天而降，没记错的话就是这片了。等等，这上面还有闪闪发光的不明生物，拿个玻璃瓶给它套住，拿回家研究研究，说不定能拿到一个诺贝尔奖呢。哎呦，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，疼疼死我了！陆爱大叔，不就是碰碰你而已吗？用得着倒定不起，你可别碰瓷儿哈，我身上没钱。哼，好像有东西飞到我嘴巴里面了。有东西？不好，我的瓶子里面的虫子还真的不翼而飞了。完了，我的诺贝尔肯定没戏了。快把虫子弄出来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你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变变成蚂蚁般大小。既然接下来要对付的是外星飞虫，我还准备了特效杀虫剂，杀进去把外星飞虫全部剿灭。你看，大叔都已经痛得两眼放空，还不停地流着鼻涕。放心，我肯定会帮你解决病痛的。先把这里的黄色液体都给清除掉，阻挡了我的视野。我的妈呀，这外星飞虫繁殖力这么高，没想到一两下就生出了好几十只小崽子，太吓人！为了钱才拼了。看我的杀虫剂，果然还奏效了，一杀一个准啊！口腔上的虫子已经给我清理的差不多了，顺便帮你敲掉给飞虫吸干营养的牙齿。大叔怎么样？舒服多了没？哦，臭，鼻子痒痒的。不出意外，鼻子上面也感染了。二话不说，杀虫剂伺候，鼻涕上面也沾满了虫子，若是扩散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我马上要疏通。怎么说，我的效率还可以吧？天哪，没想到脑袋也感染外星飞虫，这是要控制大叔的身体，我得快准狠。外星飞虫来到这里肯定是不怀好意，幸好把我小表妹及时发现，不然以后得脑瘤怎么办？我头还是隐隐作痛。什么？难道我没清理？对了，左右脑袋都还没打开来看看呢，这里还藏着几只，得来个360度无死角绞杀。搞定，咋样？所有的虫子已经给我清理了。我现在开始肚子疼了。肚子疼？什么情况？看来还是我太大意了，不开这胃下咽的药物。前面是胃，左右边是肺。哟，这里的虫子好像很喜欢黑黑的东西，黑色斑点都是常年吸烟导致的，而外星飞虫最喜欢在这些有害物质上繁衍，所以吸烟有害健康一点也没错。接着就是胃了，全是胃酸，把这里黄色飞虫卵给去除，从根源上解决。来到12指肠，这塞住的什么啊？不敢想象，难道是奥利店？爷爷，我得回去洗100遍澡。哇，总算是出来了。等等，这不是刚刚的便便吗？恶心死了！没想到我还顺着那啥出来了。我要回去吐一会儿。